一会儿不见，怎么感觉你好像又变强了？你已经输了。获得了飞行系百年魂环，快去为我进行魂环吸收吧！跳舞的舞。小舞的第一魂技爆杀，敏攻系魂师第一魂技的特点是单体超高爆发，以及对单个敌人造成巨额伤害。你的故事，国家圈养的森林里，虽然大多数魂兽都是十年百年的，但也不能排除存在千年魂兽的危险。从现在开始，小三，你要寸步不离地跟在我身边。是，老师。老师，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朝我们靠近。过去看看，说不定有适合你的魂兽。你跟在我后面，注意安全。连小狼也敢来打我们的主意。你已经输了。爆杀八段赛，再找不到适合你的魂兽，我们今日怕是要无功而返了。放心吧，老师，总能找到合适的。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找呢。嗯，我们再往森林深处走走吧。只是越到里面危险越大，但愿不要遇到什么凶狠的魂兽。等等，小三，快到我身边来，这里不对劲。反斗者，
实力了。困住实力强大的敌人，缠绕。使用小舞的暴杀八段摔，可以对被束缚的敌人造成更高的伤害。